唔係我蠢撚咗添。係啊，唔係應該話呢個鐘數開出嚟留人啫，唔係即係慢慢聚人啊，應該嘅意思就係、是、畢竟你阿哥名氣又唔係話太高，慢慢聚下人先。最到搭正就開始了。去爬爬你。哈。播啲咩？唔使。講超人係唔需要女。可以，但唔需要用炸豬排嚟追人咯。先 check 過呢個音量係啱。咦？有人入咗嚟咯。唉。哦，點樣可以睇到邊個入咗嚟咧？開咗係唔會睇到嘅。啊，見到啦，見到啦。Hello，Hello， 搭正就會開始噶啦。不過咧，我想話咧。是會有這個叫做時間的延誤，有多個人了。基本上呢，搭正12點就開播，大家聽著歌仔先啦。你知不知道啊？今次爆盒呢，都不一定中了全部68種。唔中嗰啲咧，你又送多盒俾我。哦，好啊，聖誕禮物。聖誕禮物真係頂你。咁咧，呢個位咧，基本上就係我間房，我自己嗰個台面，亂七八糟嘅台面清曬之後，叫做擺一啲嘢咁樣啦。咁執。旁邊就是我阿妹的基本上，所以其實我這裡很狹窄，再望上一點就已經是電腦mon，跟住就已經是我的 game 啊、卡寶收藏啊等等。另一邊呢，另一邊就是，放心啦，我不會扭過來你這裡。另一邊呢就是一部FF15 的限定 PS4 和一部蒙面超人變身腰帶。好啦，咁12點啦，咁就叫做開始啦。雖然得兩個人都唔緊要，咁呢預咗㗎啦。咁今日呢其實就係想開箱爆盒呢個 Battle Spirit 嘅有閃迪加多啱，你啱啊？有多先啦，我都想有啊，你知唔知道啊？咁咧，這個咧，其實之前咧就出過一盒係大怪獸嘅合作嘅，咁嗰陣時候比較係怪獸嗰方面比較多嘅，咁嗰陣時候我都有買，咁之後咧出過哥斯拉性嘅，嗰啲都好彩有買。咁今次輪到超人啦，咁超人咧，你使唔使加入去啊？冇嘢，你直播加入咗嚟咯。咁樣咧，超人咧。爆盒嘅话就一箱就20包嘅，咁啊全68种咧，一盒系冇可能中得晒全部噶啦，咁啊听天由命啦。咁卡咧就基本上啊喺呢度，
咁啊分咗唔同嘅珍贵度嘅。咁普通白卡咧就30种啦，第二级就24，跟住就8，跟住6嘅。咁6咧，我 check 过下咧，就系、是、呢个叫做超大魔王兽，同埋呢个 Hyperjet 同埋巴鲁坦、吉田、迪迦同埋最新剧场版嗰只31奥布嘅。咁睇下好唔好彩啦。其实咧呢包呢盒嘢咧，都系今日先喺日本送到嚟香港嘅啫。所以咧，我其实琴日喺街度咧偷偷地抽咗两包嘅，因为太过等唔住啦。咁基本上抽咗嗰两包咧，就中唔到啲咩特别嘢啦。咁佢其实普通白卡都系闪嘅。好啦，依家到我哋最开心嘅开箱时候啦。死啦！佢个盒其实好靓，我唔想暴力开佢。虽然都已经是暴露了少少，好，基本上平时咧喺铺头度，喂，只哥斯拉跌咗添。咁平时咧喺铺头度咧就基本上系咁样嘅状态噶啦。我人生真系咁大个，第一次爆盒买卡。之前无论高达卡啊、数码暴龙卡啊、乜卡我都未试过咁样摆，真系，唉，大过咗有钱系唔同啲，唔系有钱就身痕，系有钱应该要用嘅时候就用，唔用嘅时候唔通临老先嚟用咩？系咪先？好啦，废话唔多讲，咁咧，啲20包卡咧，就真系太好好彩啦。咁啊，开啦开啦，逐包逐包嚟啦，比较刺激啲。咁其实佢每一包卡咧，最珍贵嗰张咧都系摆喺最后嗰度嘅。咁啊，逐包逐包开嚟睇下啦。第一张圣迪迦，不过就系射死光效果卡。咁其实我迟啲都谂住试下学下点样玩，之后咧应该会拍呢个教学片，同埋砌下啲 deck。睇下有冇人到时有买一齐玩下。咦 ，X 喎，喂，迪迦迪迦，有人想要嗰个迪迦迪迦，第一包卡就已经中咗 X 最珍贵嗰张超人迪迦啦。好，放埋一边，你哋葡萄唔到噶啦，知唔知啊？好啦，呢张系 R 嘅 X 咁样，咁第二包啦。你望就望，真系多多张迪迦啦，多多张迪迦我唔介意放俾你噶，但系而家得一张我就唔可以放俾你啦，知唔知道啊？好，第二包呢、這个中文好似叫做白莫拉啊，白多些转，喂、哎，啊唔系呢个普通闪卡。好，这个是中完迪迦之后呢就中这个暗黑魔兽的魔兽、哎、中完之后中卡米拉，中完迪迦就中条女。好啦，第二包没 X。 你知不知道接下来7月8号就播新超人，其实我好想去日本，一嚟睇第一集，二嚟要买超人变身器。其实我最想要系闪光 Zero 嗰个胶囊，不过如果嗰时唔去嘅话，之后先去就一系就食炒价，一系就会冇。睇下先啦，第三包啦，巴鲁坦、火之魔王兽、必杀技，呢个系迪迦剧场版嗰啲杂鱼雀。这个是 Camulus Agent 大魔王兽阿鲁，好，又是没 X 二订，但他订的话呢包不包埋这个闪光 Zero 的胶囊的，
因為始終要第一日買咧，派完就冇嘅話咧，啲鋪頭會唔會做到有賣咧？其實，睇下先，哎，卡米拉。雖然呢張唔係啲咩罕有度卡，但係好中意佢，所以留起佢。哎，另一張 X 都中埋啦，吉田吉田。訂完冇咗，即係之前訂嘅話係好早訂嘅話係有閃光 Zero 嘅膠囊，但係佢開頭訂開訂嘅話係幾多錢咧？其實如果唔過四嚿水嘅話，其實都叫做可以接受到嘅喎。去到第我都冇数第几包啦，好似第五包。目前嘅结果咧系有两张 X 嘅，宝石都市呢、這个咧就系、是，喂 ，hello， 又有人入嚟啦。咁呢张咧，其实呢次啲卡咧全部都好剧透嘅，我想话，佢超人奥布嗰套剧场版嗰啲怪啊，同埋古仔咧好多都落咗卡，尤其是呢一张。將城市變咗做寶石，或者變咗做寶石嘅城市，係變咗做寶石嘅城市。咁呢只怪其實搭住嗰個女魔頭，大家都知道係點啦。斗城版冇著幣啊 ！Hello Hello， 各位師兄，暫時開到第五包啊，好似係。咁基本上咧，呢啲卡咧全部睇曬啲。內容嘅話咧，有機會其實嚴重劇透嘅，我想話。同埋咧 ，Battle Spirit 啲卡咧好鬼靚，我成日都覺得。你睇呢張奧布，雖然咧唔係 X， 即係唔係最珍貴，但係超靚，我想話，仲要閃喎。咁暫時咧。目前進度咧就有呢兩張嘅 X 卡，好，我哋繼續開啦。啊先，水之魔王獸，呢個係超大魔王獸嘅迅雷啊，即係佢大結局嗰陣時。在個城市度破壞嗰陣時嗰啲樣，跟住就係帝王星人超獸巴魯坦架悲慘宇宙船呢張咧，呢張其實係咪必殺技卡呢？因為始終我都未學點樣玩佢啲卡咧，佢呢個 M 係咪 M 字啊？係代表咩咧？佢呢啲咧 X 卡咧，最就會依度有個類似 X 狀嘅嘢。好啦，我哋繼續開落去啦。咁其實咧，不如講下我而家新工嘅近況啦。咁以之前大家都知道 G 松已經完結咗啦，咁英雄幫就。文字版的英雄邦就應該啊，應該不是文字版，紙張紙媒版的英雄邦咧，就應該都不知幾時會再出現翻嘅啦。咁雖然群組是有營運落去，片咧至於拍片嗰度咧，就暫時比較尷尬，仲傾緊應該擺喺邊度好，邊度播好應該係話，有個師兄好想要嘅電王。跟住咧，分身宇宙，其實最重要都係睇最尾嗰張嘅啫。不過呢張就唔係最珍貴嗰張啦。係啦，咁講翻頭先好尷尬嘅問題咧，其實有個非常之尷尬嘅問題就係咧，英雄幫咧，其實英雄幫係應該跟住馬高斯嘅。咁，有啲點講好咧？如果放在新公司的
果擺喺新公司個 channel 度，而唔係擺喺我自己嘅 channel 度嘅話咧，咁又好似有啲變質嘅感覺。Hello，Hello， 而家開緊卡啦。咁係咯，始終唔係喺自己嗰度做，又好似有啲奇怪咁樣。依家仲傾緊呢個點樣？應該我仲苦惱緊，應該點樣去同新公司合作去搞呢壇英雄幫？其實，所以依家暫時可能冇咁快見到住啦，因為始終依家新工嗰度都比較忙碌，一嚟要拍打機啦，二嚟又要拍下每個禮拜都有一次係講遊戲資訊嘅嘢，同埋一段係打機嘅片。之餘，其實本身公司都做緊一啲廣告宣傳嘅片，例如好似總之啲廠商會有啲商品會揾我哋去做去拍宣傳片、廣告片嗰啲擺上 YouTube 嘅。係啊，始終英雄幫係我一手湊大咧，我唔想令到佢有啲咩變質啊，知唔知啊？所以我而家都好苦惱緊，到底點樣做好其實。呢張係貝利亞嘅合體嗰只怪，第一套電影嗰陣時嗰只。其實咧，呢啲卡咧，就算咧，你見啊，都係 R 嘅咋，其實珍貴度唔係好高嘅，但係佢啲插畫其實出得好靚，出得好鬼死咁有心機，真係衰格。嚟緊九月仲要出數碼暴龍添喎，我都唔知點算好，又要買一盒卡啦到時。咁一盒卡都唔係好貴嘅啫，雖然唔係好貴，但係咁樣買落去咧，因為你買卡咧唔係淨係買卡嘅嘛，你仲要買卡套啊、卡寶噶嘛。其實我淨係儲街機卡咧，啲卡寶都已經多到爆炸噶啦，我想講，都唔知邊度有位擺呢堆卡。之前哥斯拉又買咗一堆。蒙面超人買了一堆，咁啊開另一包啦。我見到呢個閃發，哈哈，中埋第三張 X 啦。咁暫時有六張嘅 X 嚟講咧，中咗三張啦已經。咁係啦，講翻頭先我苦惱緊嘅問題啦，咁。有啲嘢暫時唔可以立亂同其他地對外講住嘅內容就唔講住啦。咁係啦，總之我而家就苦惱緊，到底應該點樣同新公司合作做英雄幫咯？因為畢竟我係佢哋嘅員工啦。咁至於我分開另一個 channel 嚟做，可能有啲問題會發生，所以就。夾緊到底係擺喺公司嘅 channel 啊，定係擺我自己嘅 channel 度？因為畢竟咧，兩個 channel 都擺嘅話咧，其實有少少怪怪地嘅會。咁到底啲人去我嗰度睇啊，定係去公司嗰度睇好咧？所以呢樣嘢係比較煩惱。好啦，到唔知第幾多包啦，好似第十包。梅比斯，Zero 唔係 X 係 M。咁係啦，同埋頭先今日晏晝啊，禮拜話巨人冰室有聚會，係應該話唔係玩具兄弟幫喺巨人冰室有聚會，咁我係會去嘅，咁到時就睇下見唔見到大家啦。咁其實係咪咧，每次聚會咧都一定要帶自己啲珍藏品咧？因為如果我要帶珍藏品嘅話咧，我要開箱抄出嚟。好，到第應該十一包。咁暫時啲卡都唔算係太重複啫。咁呢張咧就係、是、劇場版其中一隻敵人。要價嘅意思係。要帶嘢，我睇下手頭上帶啲咩咯，到時帶啲盒卡去分享俾大家睇下啦，一係。你知唔知道啊？我要開曬我啲珍藏出嚟嘅話，要開幾多箱嘢先抄到曬出嚟？畢竟屋企細咧，
全部入曬箱咧，擺曬喺一棟個咁樣嘅塔咁樣嘅地方咧，要攞翻出嚟其實好鬼難嘅，知唔知道？好啦，開到呢個程度咧，有三張 X 嘅話咧，其實後面會好不妙嘅，我覺得。诶，呢只系迪迦第三集嗰时打嗰只，求其抽一个，我到时攞七星合嘅亲笔签名嚟咯，够方便简单啦。焰魔战士，佢啲能力咧都叫做话跟翻下剧情噶，因为咧佢好似迪迦咁样可以变三种形态咧，佢呢度都有 level 一二三。不過其他嗰啲就真係要學識咗點樣玩先理解到。我咁耐以嚟認真玩過嘅 card game， 即係真係識得睇佢啲規矩啊，玩嘅 game card game 都係得遊戲王，仲要係玩遊戲機版，實際卡版淨係試過借 friend 副 deck 嚟玩。你知唔知道啊？我望住啲日文。你真係好難好難回憶起嗰啲中文名，你知唔知道？基利艾魯人、巴魯坦都 X 噶，不過誒、七星俠、召喚王啊，召喚王係咪即係 Coco 以前最隊長嗰張卡就擺喺中間，之後上下左右咁樣出啲嘢嗰只？如果是那隻的話都應該玩過。有啊，我妹都說有啊。那時 Coco 還會送間不中送卡呢，跟住就是那時在玩過一下，就是這兩隻咯。數碼暴龍卡有買來儲，但是就沒玩咯。差不多的我。又多張電王了。到時多了一些卡出來都不知道怎麼辦。開到目前的程度呢已經有這麼大疊卡了，現在呢就還有1、2、3、4、5、6，還有6包卡，到底還會不會出 X 呢？咁另外啦，講埋有啲可以講得出嚟就講埋啦。咁嚟緊咧，其實咧，我就同 G 松以前咧就有個叫魔王嘅大前輩嘅。咁咧，唔係應該叫遊魂先啦嘛？出邊啲人係知遊魂啊，遊魂啊。咁樣佢而家開咗個 Grey Game 嘅網頁，同埋佢每日都有做直播嘅。咁我個英雄幫咧。應該就會在他那裡投稿的，即是大概可能一個禮拜，如果我沒有那麼多事做的話，一個禮拜是可以出到一期稿是在 給他的，到時就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啦。好啦，現在這包啦，欸，不是，這個不是 X，不過巨人冰室好像是在太子，到時不知道見不見到啲熟口面。好啦，咁到現在啦，欸，其實我覺得咧，近年幾套超人嘅劇場版嘅怪嘅敵人咧，多抄翻張卡出嚟先啦。啊，系啊，呢兩張咁呢只咧係 X 嗰只劇場版嗰只怪獸啦，呢只就係奧布嗰套劇場版嗰只怪啦。咁其實咧兩隻怪咧嘅造型其實同埋睇落佢嘅戰鬥力其實都幾高，同埋幾理想。
但係咧到去到真係打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怪怪地呢只好冇乜特別做過啲乜嘢，其實最尾就好快俾人秒咗啦。跟住佢咧，佢點樣呢我就費事劇透啦，因為雖然日本上咗啫，咁但係未有得睇噶嘛，香港嘅人咁唔劇透住。但係咧，佢其實佢嘅機關都幾特別嘅喺套嘢入邊。好，跟住咧。哎，左飞左飞，其实不知道大家现在听不听到啦。其实我背后其实播紧背景音乐，你有冇听唔听到噶？你戴耳筒，真系噶？哦，其实呢两套比较柯培好睇啲。今晚播六兄弟首歌又中左飞。柯布嗰度好睇啲都係嘅，因為始終 X 嗰陣時，點樣講咧 ？X 都好睇嘅，不過爭在故事鋪排方面就比較簡短咯。即係怪獸出咗嚟 KO 咗 X 之後，就開始一直都係個故仔，其實我覺得冇乜點樣進展。之後咧就去到最尾就已經開始打啦。左飛你有三張，左飛我暫時得一張就好似睇落。咁其實我今次都唔係中咗好多嘢啫喎，啊終於中佢啦！柯布嘅貝利亞同埋左飛嘅形態。咁其實呢張我覺得好型。死啦，得翻最後兩包啦！但暫時抽落個結果好似唔係太理想嘅感覺。好啦，紅喎，誒，仲有炸機喎，炸機啊！其實之前上一彈大怪獸咧都有揸機嘅喎，等間順便分享一下我啲卡寶啲卡俾大家睇下我以前咁耐以嚟嘅血汗同埋錢。好啦，最尾一包啦，到底有啲咩呢？好啦，光之國嘅後面到底係咩呢？最尾一張。好啦，見到呢個頭咧，就知道心知不妙啦，係 X 嚟嘅。仲有冇咧？係冇噶啦。好，最尾嘅結果係咧，一盒裡面咧，有得三張啫。咁基本上結果其實同街機卡差唔多啦，街機卡爆曬成盒街機卡機有嘅最珍貴嘅卡。嘅數目其實差唔多啦，咁剩低嗰三張就真係睇你好唔好彩嘅。唉，又係一個深坑啊，各位。好啦，等我回帶睇下啲咩超人可以抽出嚟講下先。好似六兄弟都唔齊添啊！頭先睇落好似有七星俠，有阿香，有左飛，跟住好似都唔覺眼有其他嘢。係啊，仲有一張，咁咪數埋 X 咪有六張咯，一二三四五六係咯。X 卡係有呢六張啊嘛，超大魔王獸、Hyper Zedong、巴魯坦、
吉田、迪迦和柯蒲劇場版形態。看看，欸，是的，有的，看漏了眼睛，我見他那種閃化呢不像 X 時間，完全遺忘了他。等我抄出來先，給你講一講，好彩望一望啫。咁即係一盒卡有四張到咯。啊，又係一個燒錢嘅地方。而家咧播緊嗰首歌咧，係暑假超人展咧嗰首都叫做主題曲嘅歌嚟，每次臨完之前都會播嘅。不過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超人嘅舞台劇啦？咁，哎呀，喺我妹面前講咧，好怕醜啊！講超人嘅，點解？冇啊，因為咧。真係呢超人舞台劇呢你親身去睇嘅話呢佢喺你面前好近距離咁樣打鬥呢其實真係感動㗎我想話。跟住再加上現場嘅氣氛呢加埋現場嘅氣氛呢堅係會感動到有少少流淚。而呢個流淚嘅感覺呢係唔知點解我每次睇完舞台劇呢都總係會有。可能那些眼泪呢包括了感动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烧了很多钱啊的感慨都未定但是其实真的感动的港坚港坚是好看的大家呢真的有机会呢去开日本的话呢坚是要瞄着暑假超人展去一次的我觉得作为超人迷看完之后呢你会起晒鸡皮之余呢就会飙埋眼泪的我想说集中火力等 G-Door 的街机卡唉那个又是一个深坑你看他呢现在这样的趋势呢其实跟蒙面超人很像的蒙面超人那时候又是呢 DK-Door 完了之后呢到了 W 呢他又是出一个新系列出来之余呢你看他现在不是可以用胶囊放在街机上玩的其实来了之后呢都会好像蒙面超人那样呢不同的变身道具都可以拿去玩的咁呢個絕對係一個無敵深坑，只要佢有翻咁上下人氣嘅話咧，係唔會停嘅呢個系列。咁暫時咧。超和嘅超人咧。就有呢幾張咁你話真係 X 卡啦咁好彩頭先有師兄提醒我 X 卡呢就暫時呢四張咁都算好彩啦嗰幾張超人都中曬啦好啦睇完今次呢啲卡之后呢我觉得去到日本如果见到有平或者有多钱有多余钱嘅话呢我係绝对会买多几包抽下我觉得我係会。同埋日本呢啲卡呢有种唔同嘅方法呢平时呢咪卡包咁嘅样抽嘅。日本係会有卡机咁样扭嘅呢啲卡。好啦，咁我而家拆下我啲卡簿先，因为我都要揾翻我啲卡到底系收埋咗边本卡簿度。唉，大家见到我啲卡就会见到我嘅用咗几多钱啊？你知唔知道？用咗几多钱系好重要嘅呢个问题。
雖然講極我都是會用的啦，對在超人方面。其實這本卡寶是當時 X 出的時候那本卡寶來的。啊，是啦，是這本卡寶啦。那呢，那時大怪獸呢，他是出過，都是出過 Zagi 的。其實這一張靚過，靚過他射死光那張。接著之後貝利亞啦，反而今次新的包，啊，新那個就海薩貝利亞，但是抽不中啦，那想看 Opal 卡都得，不過你要等我一陣，因為我是這本呢是小卡寶來的，但是呢街機卡我是用大卡寶裝。其實這裡你見 X 的卡呢，其實有些是缺了的，那是那時候 有部分是放了給師兄。這裡亂入了一張高達卡呢，大家就不要介意。啊，這張啊，這張呢是那時候看劇場版的時候入場送的特點來的。這堆就是那時候大怪獸第一彈的那些白卡，那時候的白卡都還是全部閃添。這本卡寶呢就放在一邊先。其實我好鬼死多卡寶的，真係呢本呢就係嗰時大怪獸 Rush 嗰時，嗰陣時嗰啲，唉，我都見到啲卡都使牙牙都震埋，唉。其實嗰時都叫做嘥咗好多無謂錢，因為有啲咧其實唔係抽嘅，係散賣嘅。咁呢堆呢就蒙面超人同埋戰隊嗰啲卡啦，依家其實戰隊嗰部機都已經停咗添啦，其實戰隊嗰部機都幾好玩。跟住其實有其他類型啦，銀魂啦，龍珠都有， Torico 都有，其實全部呢啲都係在日本嗰時嗰啲餅卡咧，買包朱古力餅有卡嗰啲咧，屎不行經過便利店咪走去買一包咧，買下買下就買咗咁多卡。呢幾張啦，呢張冇記錯好似係又係睇戲送。跟住呢扎就係舊版嘅無面超人卡啦，跟呢邊就係 Exodus 啦。呢張啊，呢張係爆閃同埋連埋台詞啊！嗰時我抽完之後咧，我見日本啲卡普散買都好鬼貴嘅，點解嗰時唔放咗佢咧？同埋俾個提示大家咧，如果大家去開日本咧，抽到多咗嘅卡，如果想放嘅話咧，其實係好難嘅。哈，你都聽到啊，迪迦首歌啊！哎呀呀呀！啊，係啊，講起沒有通知遲到唔緊要啦，到時睇翻重播啦。咁啊，我再俾你睇多次啦。咁今次抽卡嘅結果咧，最珍貴嘅 X 卡咧，就中咗迪迦、奧布、吉田。同埋哈帕即洞呢四张嘅，其他嗰啲咧就仲有两张中唔到啦。好啦，讲翻头先想讲嘅嘢啦。咁呢张咧，你见咧，其实同平时嗰啲卡咧系大张啲嘅。呢啲咧其实系日本咧嗰啲戏院嗰啲卡机嗰度扭嘅，佢每次都上唔同嘅戏嘅时候都会唔同嘅。咁例如蒙面超人就当然蒙面超人啦，咁仲有龙珠啊、战队啊，其实乜都有啊。咁呢啲卡又系几靓。咁你见其实呢一张都系嗰时波子嘅剧场版嘅时候嘅嘢，都好耐之前。哦，好啦，呢度到底夹咗啲咩咧？啊，等我较高少少个镜先。咁咧，呢度呢啲咧就基本上就係嗰陣時
大怪獸的卡嚟嘅。我最記得咧呢一張呢兩張咧，係我第一年去暑假嘅超人展嘅時候嘅入場特典嚟嘅。嗰時好好啊，一次過送曬兩張嘅，唔似得好似而家咁樣咧分上下部咧，特登分兩次要你去咁樣攞。这堆白卡呢基本上都是那时好像没记错，这些白卡呢不知道10英还是50英，我执了好死多张回来。其实那时有意无意呢出了这些封面卡呢，还没买第二代战斗椅哦。其实那大怪兽 那堆格斗仪啊、战斗仪这些呢，全部我那时都没买。好了，跟住都还未完，还有多一本。这本呢迪迦其实我们这么多个，即基本上都是90后的童年回忆来的。这本呢就是 Obu 那本卡布啦。你已经中卡毒很深很深。其实都不是说卡不卡毒的，因为基本上只要是超人或者真的蒙面超人、这些的话呢，我就喜欢的了嘛。作为一个 fans， 真的有多余钱的就会买咯。记住啊，没多余钱就不要乱咁买嘢。咁呢度里面嗰啲咧，全部都是买变身器啊，同埋公仔嗰时送嗰啲卡嚟嘅。咁你见其实都唔齐嘅，因为其实公仔嗰度我唔系只只都有买。系啊，80首主题曲啊。呢一 set 啊，嗰阵时啊，宝林嗰间奇趣咧执笠嘅时候咧，冇记错好似有5折啊，定4折啊，嗰阵时超平嘅。其实嗰阵时系最好入货嘅时机嚟嘅，即系如果你哋冇买呢一 set 嘅话，好想一咁啊。其实都冇话气唔气嘅。好啦，跟住呢度啦，有啲系饼卡。有啲咧就係、是、買雜誌送嘅卡，呢兩張啊，好鬼死多師兄見到都流曬口水啊！超人上年超人展入場嘅卡，咁其實咧 ，X 我係有多一張嘅，不過唔知道大家有冇人有興趣啦 ，X 嗰張。好啦。重头戏嚟啦！重头戏咧，金卡吉田我一张咋，要两张都费事啦。其实 X 嗰阵时咧，香港有上咧，其实应该支持一下嘅。不过虽然得广东话版，啲大卡摆住你呢度先，不过唔好跌。好啦，最邪恶嘅大卡宝啦，其实我都谂紧点样钳佢好，攞走呢啲嘢先。好啦，攞走咁啲嘢咧，就可以掀本卡布啦。咁基本上咧，街机卡咧，街机卡啲卡咧，好多都系点讲好咧？
一大堆都是散買回來，我想說次次去到都抽不中曬咧，翻到嚟香港又散，都不是在香港散賣添啊，係特登喺日本度，係啊梅比斯啊，其實廣東話我都頂不順噶，但係咧，我抱住一個心態就是你不去支持佢嘅話咧，佢就冇第二次咯。咁我係希望佢第二次會有日文版咯。咁始終好似打機一樣啫嘛，如果你唔俾錢支持佢，佢就冇錢去做第二啲新嘢出嚟噶啦嘛。好似嚟緊話有超人馬拉松咁樣，咁雖然我已經差唔多五六年冇做過運動啦，咁但係咧，係啦，仲要有肚腩添，五六年都冇做運動，咁但係既然有馬拉松咧，我覺得係要去跑下嘅。咁咧，係啦，仲有啊，馬拉松咧，佢之前咧好似喺泰國定邊新加坡搞過一次咧，嗰陣時咧，佢係有一件咧會場限定嘅馬拉松嘅超人 T-shirt 嘅。咁咧嗰件嘢其實好靚嘅，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報名啊！知唔知道啊？就算咧跑唔喐都好咧，攞咗件靚衫都先啊嘛！知唔知道啊？錢財沒配音，咁其實咧，我所指嘅俾錢去支持，唔係話佢冇錢，咁佢當然有錢做啦。咁喺佢哋嘅商，即係佢係有間代理公司噶嘛。咁咧，佢哋代理超人氣嗰間公司咧，以前咧係一間叫做新一嘅電影公司嚟嘅。咁咧嗰間公司咧就好好嘅，就係、是、日文版嘅。跟住去到超人 X 嗰陣時咧，就揾咗一間中國大陸嘅公司去入翻嚟播嘅，咁嗰間電影公司咧就擺到明就係覺得超人係細路仔嘢，咁就梗係用廣東話啦。易揾人代跑頂啊！我都想揾人代跑喎。好啦，咁講一講啦，因為咧地方錢賺問題咧，啲卡係 show 唔曬出嚟俾大家睇，咁盡量睇啦。基本上咧，第一代嗰陣時咧就比較好嘅啲機率，你見到齊到嘅。其實我嗰陣時第一次去都，咁好啦，咁啊繼續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嚟緊嗰套《Obu》嗰套劇場版咧，我都覺得好大機會係嗰間中國大陸公司噶啦，咁到時應該都係廣東話噶啦，衰啲講句。啊，仲有啊，我嗰次咧 X 咧之所以去睇咧，係因為咁啱咧俾我抽中咗兩張嗰個叫做咩咧首映啊，即係有超人 X 嚟握手嗰一場戲咧。咁其實咁啊，我總共睇咗兩次，一次咧就係握手，一次就係嗰、那個。咁始終個包裝唔同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咧喺而家呢個世界咧，你見 Marvel 啊、DC 呢啲咧，佢拍真人版咧，真係揾啲雖然揾一開頭係揾啲細粒嘅明星去拍，咁但係拍完之後咧，堅係會紅嘅，同埋。呢個係關乎呢個宣傳同埋呢個叫做包裝嘅問題。你估我其實都唔想咁嘅咩？其實咧，日本嘅超級英雄其實我好想去，真係可以做到美國超級英雄嗰種程度嘅。係啦，成本都係問題啦，始終。Marvel 嗰啲咧，佢平時咧電影雖然高成本啫，但係咧好似超人呢啲咁樣咧，一年翻咁樣要播五十集，其實個成本都好高嘅。你見佢打爆一座大廈，其實都好嘥錢嘅。所以其實超人銀河嗰陣時咧，佢咧第一季咧喺一個山頭度，淨係得一座學校嘅啫嘛，佢都盡量唔爆嗰座學校㗎。
嗰座學校都留翻最尾嗰集先爆嘅啫嘛，所以其實都係成本問題嚟嘅。呢兩張啊，係嗰時 M 七八店嘅時候嘅限定卡，係啊，高斯啊，馬高斯最中意嘅高斯啊。咁跟住到第二彈啦，第二彈我都其實就中咗幾張，之後咧，蒂娜、尼奧啊、貝利啊呢啲全部都已經係散賣。跟住其實有啲白卡咧，我係缺咗嘅。我想話，員工冇錢，員工不嬲都冇錢嘅啦。佢係迪迦嗰時最爆嘅，之後真係去到高斯打後開始就開始已經耷落去。最慘係咧，超人歷史嘅時候咧，其實個內容好嘅，但係咧細路仔唔受啊嘛。跟住其實而家去到超人 Obu 嘅時候先開始有啲起色叫做。上次冇去冇乜鋪買 Obu 卡，你去咗邊度啊？正常嚟講咧 ，Obu 啲卡咧，秋葉原同埋中野都有嘅喎、哦。有啲鋪頭要上埋去樓，即係上樓梯先見到嘅喎、哦。你係咪冇去到嗰啲啊？你見到呢張 Hikari 其實仲攝住卡套呢，係因為我上次去日本嘅時候就係攞佢去升 level， 因為每一張卡呢其實都有 level 記錄嘅，所以係囉，越高呢嗰啲呢佢嘅能力值係越高嘅，打起上嚟都會容易啲打啦，咁所以我會專注地升某幾個 level 去打。不過香港呢好似係咪下個禮拜開始播 Obu 啊？吓、啊、會刪嘅咩？原來咁我唔播歌啦，係咪唔俾播歌㗎？原來我知啊 ，Real TV 播 Obu 啊，但系佢播，但系唔知 Bandai 唔知瑞華行肯唔肯入佢啲卡翻嚟買啊嘛？呢、這個真系要我問翻瑞華行啲熟人先知啊！冇人答我啊！真系播歌會俾 Facebook 刪嘅咩？哎，唔理咁多啦，删咗先。上星期播咗啦，原来。播咗第一集，咁样睇嘅话，剧场版都唔远喎。其实一个礼拜做一集，好快就做晒。之前魔王有集删咗，唔紧要啦，都播咗咁耐啦，都播了一大半，依家停佢就算见到之前播咗都系照产嘅啦。
啲嗰啲唔同特攝片啊，甚至叮當咧都有一啲俾人禁播咗嘅內容噶。咁呢本書其實有講好多唔同嘅嘢，咁例如好似七星核嗰陣時咧，因為核嘅問題啊 ，YouTube 有，我知 YouTube 有啊，但係咧係因為而家科技比較發達啫嘛，以前咧真係有人要用錄影帶錄咗先流通到嘅。咁呢本書其實有介紹詳細到底點解會俾人禁播啊成咧。是啊，歷史首主題曲啊，歷史首主題曲呢是唯一一，好像暫時唯一一首主題曲呢是沒有超人這幾個字在裡面，不過講英文我其實看過 日本版的，那接下來可能在魔王那邊呢都會找一集，就是找一份稿是專門寫關於他。其实我那时候 G-Song 很想写的，但是排下去排队排下去很多东西都未写。其实另外这本呢，这本其实看到汉字都明白的，正义的哲学，就是讲七星侠那时候的有关这个叫做对于保护地球和正义上面哲学性的问题。啊，先仲有啲咩咧？点都要揾啲嘢讲下，拖埋首歷史首歌先噶嘛，难得咁好听，点都要听埋落去。有嘢讲，有嘢讲。這堆呢閃即是發光扭蛋呢，接下來又會再出新的雲限，就出超人之舵，加多一隻神秘角色，暫時官方未公布的。看他的勢呢，出得雲限呢就出之舵，之後就應該格貝利亞這樣出的了，我覺得。咁到時希望他的質素真的好一點啦。其實佳亞和 Obu 那 set 其實我沒有買到的，到現在都只是得迪迦和戴娜。这个 size 的公仔不知道大家有还记不记得啦，又是发光的，按它背脊会有灯着。最弊佳亚不是下下都不是个个人都咁好彩嘛，知不知道啊跟住咧，呢一隻 size 咧，加呢個斗，呢個斗篷係嗰陣時 Ultra Art 咧第一代超人吉田附送嗰個斗篷嚟嘅，啱啱好啊，擺落去啊。其實我帶咗呢隻嘢咧，帶埋去 Real TV 嗰度做訪問嘅，係啦。其實我嗰陣時冇交代到，嗰時其實訪問咗好耐咧，做拍咗差唔多成兩三個鐘咧。結果因為他說小路仔和舞台劇和環保這三個部分太多的關係，我這些雜語的部分呢就被他刪了，那就算了，既然刪了就算了。這個是宇宙戰隊小籠包那個 Qtama。 好啦，歌就播完啦，剛剛好一個鐘頭，我都要睡覺啦，多謝各位支持啊。咁順便就講埋，就我依家新公司就叫 CC Union 嘅，咁大家可以過去嘅話就過去贊個好啦。咁其實有個專業，咁就點講好呢，英雄幫呢就仲係喺度檢討緊到底點樣做好。咁打機嗰邊呢基本上每個禮拜會出兩條片嘅，一條呢就叫做介紹一下啲 game 嘅大小事啊，即係未必可能一定係淨係介紹 game 預告嘅，有機會可能講一下啲比較上偏門啲嘅趣聞咁樣嘅嘢啦。之後直播打機呢就仲搞緊 ,Switch 呢就搞掂咗㗎啦，手機都搞掂埋，係部 P4 呢
公司部 P4 咧有啲問題，已經唔係話直播嗰嚿嘢嘅問題啦，係真係 P4 有問題咁樣就仲搞緊。係啦，好啦，係咁多啦，記住支持英雄幫馬高同埋馬高斯專業，咁盡量分享多啲出去啦。咁希望我都想做大英雄幫佢，咁第時多啲機會，例如好似我都好想好似玩具兄弟幫咁樣搞活動噶，咁希望大家。同埋，我自己都要努力啦。咁好啦，拜拜啦。嚟紧高达，系啦，高达其实都要打，但系好鬼贵嘅。高达嗰只 game 好鬼贵。好啦，唔讲啦，拜拜啦。